你一定要强化你自己，不然赢不了人家啦。要能够控制自己，打倒自己。只有控制自己，你要的东西你可以来去自如。我是涂阿义，1954年9月29日生，我是丰原人。因为我家住在高尔夫球场的旁边，所以有空就偷偷跑去那个球场，看人家到底在玩什么。我们的那里的经理跟太太，他说：“妹妹，你想打球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想玩。”他就说：“来，我给你 打看看。”哦，我就在那里敲，我一敲，真的敲得不错哎。经理就借我一根那个2号木杆。你每次来的时候要回去的，从第一洞打到第二洞，第二洞我再回家嘛。我这个人生就是注定要来打球的，因为我在丰原打球，有一位日本人，那个丰田商事的那个出差来，杨老板就跟爸爸说：“你这个女儿哈，这一位先生想栽培她，一年后她如果打好的话，要送她到日本。”我爸爸想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对高尔夫也不懂。”我们又是跟农的，也没有那个能力栽培他。你如果感觉他是一个可造之材，那就拜托你。只有这一句话就被送上来了。那个乡下小孩跑到这里来，没有一个月，我再去跟人家拼，一天36洞。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输到我已经受不了了。他们看到我是这样，他们说拿石头丢水池也会疼，也会有声音；拿鸡蛋丢石头也会有声音呐、啊。你这个呆子，你连声音都没有，钱一直发，笑死人了。有一个背到第4洞还是第5洞，球杆跟我丢下不背了。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赢啊，但是就赢不了，就一直输啊。那个时候被我领悟到说，你不要去赢别人，你就是要赢你自己。比如说我歪掉了，我歪掉了，我要怎么处理我第二杆？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，绝对不是别人的问题。所以别人打得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去 care 他，我就是做我自己。1974年，我考进了职业选手。日本公司叫我到日本去比赛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走上了这个高尔夫之旅。头一次出国去比赛，得第3名了。就好像在那个第3洞还是第4洞，刚好在那个 clubhouse 最近的一个洞。结果我一发球一杆就翁上去了，上果岭啊！他们吓死了，说有哪有打这么远的？所以我在那里一举成名呢。他们说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打这么远的。伊特别的迄判词 ，hook slice， 关球接球。这是四种球会用拍的人就不错了。你搁会用拍判子，家人家真有利。这个是我的人像，那个霍元会是从那个报纸，我在丢那个球给观众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瞬间照起来的？他从那里去刻这个人像，这样送给我。
胡安宇老师他的成就，他从1982年开始，每年赢10场以上，连续5年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他还在从他是1974年正式加入日本巡回赛的嘛，从1974年到1993年之间，连续20年，他每一年都至少有一个冠军，这也没有人能够超过。这都是胡阿宇老师他真是空前绝后的一个记录。我1993脚痛嘛，上个礼拜才赢冠军啊，啊这个礼拜来打，突然间他就痛起来了，连走路都不能走啊。在日本哦，就这样医回来去照核磁共振，什么都照，就是找不出原因。93年，我从奖金第一名落到第15名，我想说完蛋了。后来我就拜托人家介绍医家，拜托他们介绍我气功，医到后来，哎，好像越来越轻松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慢慢慢慢球又可以打了，啊，我就发个愿，我说哦，你让我赢个冠军哦，我把这个钱都捐出来，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发了一个愿，哎，真的呢，他给我得冠军哦，我2002年再得一个那个年轻的这个正常的那个比赛的冠军嘛，哎，结果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哭得很伤心呢，那个通口九子。他当会长嘛，那个通狗就问我一句说：“阿姨，托布罗，你隔了几年没赢冠军？”我就手这样按按按，9年，哦，我眼泪就不自觉就流出来，我没办法，我9年，我想回想说，哦，那9年真的很辛苦。我有这个荣幸哈，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，我就是想说，身为一个外国人，如果能够带头，把它创造出一个机会来，以后要走的路的人就比较好走。像我们的前辈他们去奋斗，啊，我们这个晚辈的人走起路来就比较轻松。前辈，我老师的学生，我很尊敬的一个陈清波老师跟谢永义老师，在走前辈的路，真的做得很好，一个楷模。上来慢一点，转，对 ，OK， 来，你看我，你下盘转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哦，下盘这样，这里跟这里要有力道嘛，它这样转掉的。我都是受到老师跟前辈他们的教导，技术的东西一个人绝对不会成功的，你没有人家教导你，让你开窍，你绝对摸不着那个头啊。所以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，我们也希望传承。我们在美丽华教学生的时候，我时常讲起这句话，涂老师是100%的台湾式打法，他赢那么多场，那你们在美国打法、日本打法、韩国打法、澳洲打法，谁能赢得比他多呢？我希望我的太太的技术能够延续下去。我真的是都是用到社会才，我用之于社会嘛，取之于社会嘛，所以应该是要回馈社会。常常都觉得说我能够有今天，我应该感恩所有，哦，别人没有我有，因为人都是努力嘛，你回头看不会后悔就好。注定就是你要走这条路，你就是要好好发挥它啊。所以我说，既然注定了，我就要好好跟他做好，不要辜负。那个球杆是我
连续赢了五年的那个赏金王的那个纪念杆。他跟我写了那个图阿义跟我的英文名字嘛，所以我感觉到那个很有纪念性，啊，我就把它留下来。这个是我爸爸，这一位是我妈妈。这个照片让我很怀念，也很感恩。我很想打球，但是我没钱。我跟我妈妈要了6000块，啊，我真的去买了一个二手货的那个球杆，所以我才有今天。我上来淡水的时候，我就带了那个二手的那个球杆上来，所以我觉得我有今天，我一定要感谢我的妈妈。我同感谢的是陈金丝老师，他不是光教我高尔夫。他教我礼仪，教我为人之道。跟他20年，真的我很感恩他。